复试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还在那边撒娇，哎呀，你看。对，他脸型变了，就没有那种婴儿肥了。他如果出去的话，我们抓都，他是跑掉的话，我们抓都抓不回来，他很快。笼子没换呀，还是那个笼子，换不了笼子了，这直接就去散养区那边了，他中间就不换笼子了。喵，马季，对，马季都快毕业了都。等他去散养区的时候，希望你还记得我啊，马奇多。六个月有了，有了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，也就五六个月，差不多了。碰他了，现在，而且他肯定是不让抱，他肯定是那个，他爪子也很厉害。小时候你他挖你一下，小时候他抓你一下，你还能承受得了，现在抓一下根本承受不了了都。你看月月那个爪子把那个我裤子啊或者啥抓的那么厉害，就知道他那个爪子已经超级超级厉害。而且他不单有爪子，他还有牙齿。对，我要给他放出去的话，关系我俩就没有这么好了，估计我就那个啥了，估计我要变成他小零食了。就不是说我整个人变成他小零食吧，我那个最起码一个腿，大腿一个胳膊都变成他小零食了，已经有，对，已经有攻击性了，已经有攻击性。摸摸摸摸手，摸摸手，摸摸爪爪，摸摸，你看把手藏起来了，不让摸，一层一层的。